好，那就开始比赛啦。Tree Street 和 ZX， 人蛙和卡兹亚18，对。这个新出的角色大家都不接受。哦，来了十人连招，哦、太帅了！44，这个好恐怖啊。对，这个是如果不知道 SDI 的话，可能全部会死掉是吗？对。啊！哎呀！来了来了，这个是一个卡兹亚的一个move，就是一个魅力。然后不必哦，香槟来击杀，这个好可怕、啊。对，这个香槟是其实香槟之后还会动，所以其实比较安全。对，这。这个角色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在做什么。这个角色是可以说近距离角色，对。但是近距离角色的时候比较注意的点是，他是帧数不太优秀。虽然说都很多霸体啊。对，但是如果帧数不太优秀的话，他是拼命近距离也是有可能对手的 jab 比他快，但是有霸体。所以就是他如果赌对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好可怕！这个 DI 错了啊！如果赌对的话，那收益会很高；但是错了的话，对，就还好还好。对，而且他的回场实际上不是不好，所以还我觉得挺好的。他那个回场距离 OK 的，对。所以这个角色估计会强的有点过分。不一定，你刚刚出来，漂亮的反击。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所以说可能觉得会很强，是吗？也有原因，对，肯定是有。刚刚出来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很强，很强，很强，这样说的，对、刚刚出来的角色大概都是这样，对，是，哇，试试反击也不行，特别好 ，OK， 下一点，37的对手，所以应该要先连招好一点吗？我来了，对，其实十连连招是不可能间连的啊，就是假的伪连对吗？对伪可以说对伪连，对。但是如果对手不会 SDI， 那就会变成真连了。对，真连应该是0-47吧。哇，这个好可怕，堪比那个谁了。而且是为了新手很友好。因为只有 AAAAAA 就可以了。只是说他的搓招是有点困难，其他的我觉得特别的优秀。现在118的话，还有一次的攻击就结束。下一点。我们的新人压力很大。对，这个。下踢，空下踢，然后。反击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闪避啊！对。现在想要来一拳，对，一次就会死，太轻了这个青蛙，青蛙，完蛋了。好，那现在1-0，对，卡兹亚，好，恭喜，Tree Spirit。好 ，Tree Spirit 和 Kuba 的 ZX 的 Kuba， 刚才是人蛙，现在变成了。乌龟了。哎呀，可能是觉得来了连招下一点我呆了，可能是觉得速度没有优势了，想换成力量。对，霸体 versus 霸体。对对对，闪避，然后上可以可以，再来。拱雷，空前，差一点，闪避，现在是 Tree Spirit 的闪避。漂亮的十连。可以说漂亮的十连，史上最简单的连招，然后十连连招。他只需要 jab 对 jab 哇，这对，哦，漂亮上臂，再来吗？这个上臂好强啊！对，上臂是大家都说很强，是有霸体呢，还是说他有无敌呢？没有，上臂之后还会动啊，而且速度快是吗？帧数不太还可以，不要像上臂出的那种。就只是说他出盾之后还可以再做多余的动作，对，这个很羡慕啊！啊，来了，抓 ，nice DI， 漂亮，下一点，漂亮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，然后
漂亮，攻下。哦，还会回来，因为库巴特别重。嗯。对呀。对对对对。漂亮。还不会死。啊，不会死。哦，漂亮的抓。对，因为其实新手的一巴的最难的问题是，虽然击杀比较强，但是击杀方式还是有一点的一种单一的啊，就是固定的一个击杀。对对对，应该肯定会开发的，嗯，但现在还没有。对，哦，会死掉吗？哦，死掉，哦，死掉。哦，那然后主题。漂亮，哦，漂亮！这个是下臂吗？不是，横臂之后直接可以下臂了。哇，好强啊！这个横臂之后他不能动，对手不能动。哦，但是横臂，横臂的横臂，对，挺漂亮的。对，哦，又被抓住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漂亮。哦，开始要抓了吗？开始要抓，但是互相都是抓不到，抓不到。好，不必。好，新人要进行抓取了。对，抓取了。哦，哦，完蛋了，这个啊，不会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姐姐，杜丽亚，喂，好强啊！对。哇，哦，但是好重啊。对，他是重的，对，他是重型。好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连降十连降。哦，我原本以为他是需要战斧呀，然后那个什么翻滚啊，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Oh my god，攻击力越来越高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还有机会吗？哦，漂亮。哇，这个是有意识哦，漂亮的河坝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嗯。哦。哦。库巴感觉有点难下来了。对。还有一次啊，哦，nice， 漂亮的终于击杀，但是137的库巴的话有点难了，是吗？等有机会，有机会的话，是不是没有机会？也不一定，啊，哦，没有，哦，还没死。主要是的话，上头是可以死，但是百分比应该200左右才可以死。原来如此。好，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是有点难受时间。哥巴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，还有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哦，好厉害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啊！哎，哎，要死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哦，翻滚了。八比零 ，Tree Spirit， 恭喜。接下来是我要和维京了。